跨平台游戏吓呢个，因为跨平台游戏啲玩家咧冇咁劲啊。呢 个咧两个只要有两个识，即系两个电脑玩家，其实差好远。成个游戏呢个场红树林呢个场都系适合陷阱鬼，因为地下好多草。啊，你见到啦呢度，一出嚟就摆一个喺度。呢、這个位其实都放一个，边度？哦，呢度 OK。有人经过，见到啦。呢个系嗰个人，我未报陷阱咧，其实所以好麻烦。一阵间再搞佢呢个。啊，又经过啦，有人。到啦，呢度要拆咗毁灭啦，我毁灭，毁灭冇咗啦。太贪啦，贪心啦呢下。呢度有人，制裁下佢先。306，会唔会中咧？佢见到啊！啊，佢见到啦！真，oh no！ 终于有人中啦，要呢、这个位喺边度啊？十字路口位。应该走得到啦，咁远系啦，走到啦。望下佢行去边先，行去后面，好呢度啊嘛，系啦。听到啲呜呜呜嘅声啊！好，挂喺呢个勾度，跟住放多个钉喺度，摆个明显啲嘅喺呢度。引你行另一边 ，Oh no！ 踩陷阱啦！不过咁远应该整唔到佢，试下啦吓，啱啱好应该。会俾人拍板，冇事冇事。Oh no！ 又踩多次，又有人踩多次。边个陷阱啊？又系中间嗰、那个系嘛？
我呢个系啊，踩中另一个。陷阱鬼好愉快，系咁钓鱼。我可能可以一次过烧晒嗰啲地下好多草嗰啲，啊！俾人拆咗两个楼，拆咗两个陷阱，唔紧要啊！我而家即刻整翻佢，都唔使嘥好多时间。其实我整一次呢啲，边度啊？哦，呢度 OK。佢行呢度，我估佢 OK。一个背光送佢落去。有人行过。哎呀，唔行呢边，可惜。行呢边一样都挨得到。哎，佢真系唔行嗰边啊！佢真系唔行嗰边喎，好嘢喎！咦，佢咁样行咧，好唔好蚀底啊？其实会跳落去啊，你。又拆咗个陷阱，佢整，即系佢整咗之后，我再整翻，冇乜所谓。因为我整嘅时间比佢整嘅时间短好多。呢下落得有啲丑啊！睇下可唔可以引佢去我嘅陷阱区咧？佢咪见到啊嗰度？都中，我谂住执个陷阱啫。OK， 呢度 OK， 睇嚟佢想一次过用晒啲板。哦，要死啦系嘛？系啦。呢个就系佢啱啱咧，几经辛苦喺度拆嗰个沤，嗰个陷阱。诶，可惜啊，俾我都一次过收复翻。好，呢个死咗啦。下位，呢部机冇人，但系有人整过。诶，唔系喎，哇，你真大胆喎，竟然咁都整。佢知道有嘢唔踩得啦，各位，唔紧要，我仲有好多个。呢啲系一啲未知嘅恐惧，因为佢唔会知道边度有陷阱。啊，未知嘅恐惧等紧佢。哇，跳咗落去喎！咁我喺下面等佢啦。H， 好的，
仲想落去？诶、欸，死咗啦呢个 ！Oh no！ 咁就又要揾地下道啦，又要揾地道啦。听到啦。OK， 身上有一个陷阱，放呢个先。哎呀，揿咗。快啲！时间劲错，好忙啊！呢度冇 ，OK。啊，基本上如果我到先过佢咧，其实佢就已经输咗一半，系啊，因为我两个陷阱放咗喺门口，只要佢一唔整唔拆嘅话咧，其实佢又过唔到去开门，所以最终点样都系已经赢咗啦，各位，拍定手掌先，各位。我谂佢应该系谂住直至完场啦，系啦，等完场啦，我估佢系。系啦，佢等完场啦，见到佢啦，喺呢度。完場咯！壓下分先。哇！紅浸，估唔到喎！呢兩個其實雖然佢係 PC 玩家，但係我諗應該唔算玩得好耐嚟，所以都輕鬆。輕鬆四殺。